在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共同努力下，当前南海局势总体趋稳向好。中方尊重各国舰船依据国际法在南海享有的航行自由，但坚决反对有的国家出于挑衅的目的，不远万里派军舰过来刷存在感。中国军队将采取一切必要手段，予以坚决有效应对。关于英日防务合作，我们认为这不应针对第三方，不应干扰地区国家维护和平稳定的努力。